然后在这边呢，我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呢，其实今天是要来跟大家说再见的，因为 I don't know， 我觉得做了这么一段时间，那我觉得 I don't know， I can't take this anymore，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继续了，你知道吗？ So 这一次是你们最后一次看到我，那我必须说跟你们一起相处的时间是很愉快的，在这两三个月。 So 但是我发觉越到后期，我就是可能我没有办法再承受了，我没有办法再承受了。So 这个是我最后一次的直播。阿星 ，I'm out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的陪伴。在我人生中，我会永远记得这些我们共度过的美好时光。Peace, my gang, I'm out, I'm out, I'm out. Thank you, guys.谢谢你们。啊哈 ，Gotcha！ Alright. What's good?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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Hey! 你们平常那么爱玩我，我玩一次你们怎么了 ？Come on! All right.